爸爸，最近水逆怎么样呢？还不错，还有非常有意思。有意思？我喜欢你的时候觉得很难呢。爸爸，就是什么汉字？爸爸，爸爸的爸。哦。现在呢？狗。那情况？爸爸为什么是狗？因为每一个爸爸都压力山大，每天累成狗啊。 你爸爸的辛苦，这个也是说的再有了。全职和教研，学习全职。爸爸是狗，你当然就是全职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说吧，汉字太有意思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